你和江小宁他们俩见面了，会说什么呀？会发生什么呀？顾川不会一激动又晕倒了吧？他那个心脏现在……你打个电话。我不打，要打你打。 房卡，我不，我又跑不了。那谁说得准？没想到我们第一次开房，居然是在这种情况下。你管这个叫开房？你上来吧。啊？这样说话有距离感。其实我有点后悔了。 如果没有跟我重逢的话，你的心脏就不会频繁的出现障碍了。你可以按照以前的生活方式继续生活，平稳的活到80岁，也不会有那么多烦恼困扰。如果没有遇到你啊，我拿完奖之后就离开这个世界了。我从来不后悔遇到你，江小宁。 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